赵哥，这小子在这儿。这写的是个啥？小说？只见混混截住路人，混混头子赵志成一边喊一边生气的追着，让你跑，天哥的钱你也敢拿？我去，这不就是我？难道？你谁啊？你谁呀？这我家，你问我是谁？哎，我是余生，就这个余生啊。现在小偷说谎的技术都这么差了吗？哎，干嘛？真是余生，反正当时就是一堆人追我，然后我跑上天台了，我当时手里拿着钱，然后我右手扶着天台边，然后我哎，反正我就这么过来的。哎，对了，小说不是你写的吗？哎，那你帮我改下剧情呗，我不能这么早死啊。行啊，你回去吧，我帮你改。等等，我怎么过来来着？钱啊！不好意思。不好意思啊，怎么回事啊？别人是越摔越傻，我呢，越摔越聪明。你妹妹的情况必须及时手术了。好，我现在就去医院交钱。余生，你小子有种别跑！又来！站住！我怎么还没改？所以呢？所以我差点死掉啊！这就是你的命。那我妹妹会怎么样？没想好呢。我告诉你，我的死活无所谓，我妹妹。哎，那你这么写，你就写说那个，苗苗抵抗力顽强，哎，这病他突然之间就好了。那或者你就写说这个，说医生是我和苗苗失散多年的亲舅舅，好像也不行。哎，你这么写，你就写说那个，我跟苗苗我俩都有超能力，然后你再多说一句，我现在就把你给写死。行，你要不改是，那我就赖这不走了。一斌，哎，你不敢是吧？你要不敢就不该我自己上手了。